被《富比士》杂志评选为过度曝光名人榜第一名的巴里斯·希尔顿，对于过度曝光一事，可是乐在其中，不以为意，依旧高调参加 D&G 洛杉矶新店开幕派对。巴里斯·希尔顿过度曝光情有可原。近2年，他的自创品牌从香水到假发，什么东西都卖，不过度曝光也难。D&G 在新店开幕当天举办慈善义卖，所得将捐赠艺术天堂公益团体赞助并同。